当我做了一个吃豆地图，放上围栏，加上豆子，放上栏杆，加上蛋窝，放上豆子，加上集装箱，放上斜坡，加上豆子。太棒了！哎呀，这看起来好像个吃豆乐园。你别说，这里豆子还挺多的，这边也有，围墙外面也有，后面围墙也有，这边有集装箱，我们吃这边的豆子。这边好像有个小跑酷，好像是上山的。哇、哦，这边还有触控掉落板，直接化身身法弹，把这边的豆子都吃了。房子这边也有，不是，这怎么才这么点分数？这不对吧？原来都在地板下面，这怎么下去啊？正好手里有箱子，直接垫。好像距离有点远，再过去观察一下，有没有可能是从水里面下去的？过去看看。真的？哎，这吃个豆怎么还把我带上去了？再下去看看。